彼此就好像准备要上战场的队友。所有公司的第一线消息往往都是从抽烟的地方获得。脱下，喂，一个人啊，香烟英文名又称为 cigarette， 是烟草制品的一种。制法是把烟草烤干过后切丝，然后以纸卷成长约120毫米、直径10毫米的圆柱形条状。主要的材料是烟草、增香剂、过滤嘴材料，再加上粘住外包装纸的粘合剂。每年全球烟草业生产大约5.5万亿支香烟，吸烟人数超过11亿，平均燃烧一支香烟的时间大概是5分钟。这5分钟里，首先尼古丁会以颗粒形式聚集在肺部的液体中，并覆盖在液袍表面。随后，它穿过肺袍表面的细胞膜，进入血管。当它参与血液的肺循环过程后，会聚集在心脏，随后进入全身的血液。由于中性形式的尼古丁可以无障碍通过人体的血脑屏障，因此它可以在8到10秒内抵达整个中枢神经系统。而尼古丁上瘾是其中你戒不掉烟的原因，所以所谓的香烟上瘾，就是你第一次抽的烟开始，而不是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从你抽的一支烟开始，这个嗜好的种子早就已经埋下了。从刚才锦绣口中呼出的那一口烟开始，再往回推到哥伦布抵达大美洲，看到印第安人抽的那一口烟，竟有600多年的时光距离。在哥伦布回到西班牙的那一刻，烟草便正式进入了文明的世界。这600年里，人们开始当抽烟是一个解除压力的方法，社交活动必备的一个仪式，想要静下心来思考事情的一个方式。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人能够进入一种相对安静、能够思考问题的状态。你呼出的那一口烟仿佛能把时空凝结，整个心情会从烦躁慢慢随着烟雾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当你成熟到明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后，你开始会习惯把心事化成烟雾，慢慢地看着它飘上云端。偶尔遇上有抽烟的朋友，两个人的心事不用言语诉说，而是接上对方递上的烟，加上一个点头和强笑，两个人望着远方，手里点着烟，心里却滴着不愿让别人看见的泪。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抽烟的地方遇上你的老板，你们之间的地位悬殊会通过彼此的烟燃烧而消失。在这个moment的你们，是两个拥有一样被社会唾弃习惯的人，彼此就好像准备要上战场的队友。所有公司的第一线消息往往都是从抽烟的地方获得，脱下彼此的防备，很多秘密自然而然脱口而出，而你可能就这样挂着这个先机而扶摇而上，在公司里平步青云，无往不利。想要耍帅，一根烟就可以搞定；想要得到充满火花的爱情，就从彼此抽的第一根烟开始。不是我说说而已啊，你看余文乐跟杨千嬅也是因为了点燃一支烟而认识的。男女运动后，如果有那么一支烟来沉淀一下你的情绪，整件事将会圆满的结束，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烟。寂寞难割，可以不用花很多钱就能拥有像天堂般的享受。一杯2块钱不到的黑咖啡，再加上点完一根在口袋里加过温的香烟，高谈阔论国家大事乃至别人房事，每个咖啡厅犹如新闻龙卷风现场，每个人仿佛都是身临其境的当事人，对每件事的细节都了如指掌，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时间，意见与意见之间不同得来又搭配到恰到好处，每个安科都在各自的 copy 点完成了自己想要当政治家的梦想。你看，就那几根烟就可以搞定了。当然，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比东西都是有好也有坏处的，就如抽烟这回事也不例外。抽烟会让你看起来比同年纪的人老许多，因为吸烟会让皮肤衰老，而皮肤衰老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皮肤接触了烟雾，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血液循环。简单来说，无论你是抽烟的人或者是二手烟受害者，香烟都是有方法让你的皮肤老化。
抽烟的人身上总有一股尼古丁的味道，也就是平常人所说的一股烟味，在抽烟过程中就会在人的衣服、身体部分、手、口中留下味道，而这种的扩散能力很强，所以呢，你在一群不抽烟的人肯定是明显的那位，人人都会因为你的臭味而远离你。除此之外，很多男性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阳痿，多数人觉得到是年纪大了自然就痿了，实际上是和吸烟有关。男人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不行。经常吸烟的人比平常人阳痿的几率多了整整两倍，所以如果你常常撑起一根烟，饭后一根烟，事后一根烟，到最后你将会失去往日的雄风，连老婆都碰不到，更不要说组织一个家庭。当你看起来老了，身体机能又开始不行，你不抽烟的朋友、老婆都因为你抽烟开始远离你的时候，这时你的钱包里的钱也开始慢慢的走远。这种简单的数学让我算一下你就懂了，平均一个星期七包，一包17.4块，一个星期121.8块，一个月487.2块，一年才6333.6块，就这样你可能损失了1-2 YV。这2-2 YV可能会带给你的家人方便，你也可以靠这2-2 YV 多赚100 块，增加收入。除了没有得降 YV， 而可能你会中肺癌，这是因为烟草烟雾的焦油和甲醛等化学物质可以渗透到细胞之中并损坏 DNA， 这导致某些基因被严重破坏，基因忽变就有癌症出现的可能。还重要吗？